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石头去教。疫情、病毒、疫苗、死亡率，跟疫苗的第三针，以色列是非常标准，以色列是个标准。你让我说的话呢，就是这个圈画圆了。我相信很多信基督徒、天主教徒，凡是信仰西方宗教的人，有这种基本的宗教知识。那我们现在看到 BNT 南党魔王达尔塔，中文这么讲对吧，辉瑞疫苗难以阻挡印度变种病毒，你这么讲就完了，他不，现在的精英出于人类的平等，不能有任何歧视，全是骗子，他错位了事情本来的原处。我跟大家解释过，对不对？辉瑞不负责任，美国政府不负责任，美国总统不负责任，美国州长不负责任，你家公司的单位不负责任。但是那个女孩打两针辉瑞之后，她嘴歪了，然后有网友有个朋友提头来说从统计学上这是可以接受的。你媳妇儿嘴歪了，从统计学上可以接受的，如果发生了呢？我是举例子啊，你别介意，我也不会指你的。这就是最冷漠、最残酷、最冷漠、最冷血，跟蛇是一样的。但自己没有意识，觉得自己很科学，所以今天学术的一切都没了，这都成了统计学。在这样的大疫情、大灾难的背景之下，华尔街连创新高，什么人在挣钱？放他个驴烟屁，那都胡来的，对不对？一切都成为假的。有人说胡说，华尔街的势力财产有多大？谷歌的势力财产有多大？推特的势力财产有多大？在世界各地有多少人可以在华尔街下单做生意？那世界各地有多少人可以在 Facebook 上开账户？它超越了国界，它的超越了钱币本身的素质约束，它超越了国家本身的限制，跟社交媒体是一样。那些人成为了极少数的，对不对？那些人的生命特点就跟辉瑞的老板是一样的，跟美国的 CDC 是一样的，跟今天福奇是一样的。他背负着对人间的恩爱，赚取着大笔的金钱。你不打疫苗，你是最冷血的、最残酷的、最自私的。那他打了疫苗嘴歪了呢？这是统计学上应该承受的。他不负任何责任，要求别人施展爱的时候，就是魔鬼。打疫苗。这是以色列确诊飙升过百万，第三针下修到30岁，这是台湾媒体报的。7月30号他开始打第三针，65岁，今天是26号，还用了27天，他7月30号开始打，7月31号用了27天的时间，已经下修到第30岁了，中间一开始是65岁，然后是40岁，现在是三十岁。在疫苗的统计上，在病毒本身上，它的中心就是说，30岁以下，如果准确的数字，它是按照25岁算的，好像是25岁，16岁到25岁，25。然后26岁到35岁，还这么个算档，所以在他这个算档之下，应该说，疫情就是病毒攻击年龄大的人的数字，这个角度来讲，以色列已经涵盖了整个主体容易染病的群落。